劳里安诺多瑞斯乜乜乜总督紧契。好，你会唔会觉得咁样做刺客仲招摇啊？刺近有乜可能咁样扮到标奇立异啊？点解所有刺客 game 都系一定要标奇立异？四十七又整个光头，又喺后面整个巴曲，盲嘅都知道你呢条友有警棍。呢、這个人又系着嗰啲粒粒帽嗰啲衫。本身件衫啊，吓、啊，本身我哋着嗰件海盗衫都冇咩咁可疑，即系嗰啲普通嗰啲皮衫定点？呢件衫仲可疑，古灵精怪。而家系为咗扮佢先着，咁啊都话有个原因嘅，因为佢话咩？我独特衣着可以认到嘛。但我觉得佢本身咁样着咧，就即系呢个刺客嗰个制服就觉得怪怪地。为咗咩要跳落瀑布啊？点解呢只 game 成日要跳楼？啊！病！每一次跳楼就会有一个剧情发生，系嘛？警戒区喎，呢度似乎有咩啊？敌人定点样啊？我而家游紧水，边度有敌人啊？好似冇啊！上嗰个岸先讲啦，我哋。喂、哎，有声啦！哇，坏枪已经去到金士顿啦！解救商人。哇！前面就有，哇！系咪又跳楼你啦？系咁跳楼呢、這个 game 就系咁啊！点啊？我哋而家要解救佢啦！我哋要冧啊呢啲友佢系嘛？点 ？Holding！ 喂，佢哋召集，抓住佢哋啊！哇！睇先咩潜行区？哦，喺呢啲直披啊，我哋就潜行匿埋。哦，喺呢度就唔会俾人发现啦。哇，冧咗有喎，佢哋喺度杀啲无辜市民。攞走我啲糖啦，你中意攞咩啦？个商人就咁讲。哇，呢度有几多人啊？四五条友，我先冧呢、這个。哇，系冇咩啊？拧转头。喂，点解冧唔到？哇！俾人发现咗啦！哇！开枪，一人片落去，哇！大镬！喂啊！你几靓靓狐冲啊？背脊挡一人，哇！再嚟，废物！哇！你唔好再开枪啦！咁贱格，人哋用剑，你鬼鬼鼠鼠，骗死你！哎呀，想执我热支堆，食屎啊，契弟！不堪一击嘅家伙。多谢你啊，先生，非常感谢你嘅帮助。有只船喎、啊，唔错。我冇错，但睇嚟我船长已经瓜老衬啦，但我唔识揸船。跟住肯定就话：我帮你开船，唔使惊。你居下，你唔系嗰啲吓想摘捉草啲罪犯系嘛？我系邓肯啊，点称呼你啊，老友？啊，斯蒂德啊 ，OK。哇，好鬼怪啲名，肥佬啊，肥佬啊，帮你改下花名，死肥仔。点啊？总之啊，我有个嘢啊，要见总督啦，系咁啦。喂，我都系咁啱喎，喂，一齐行啊 ，OK， 冇问题，大家。哇，你即刻喺度叫人哋啲嘢，哇，我留意啊，你系海盗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似海盗咩？我样衰啲啫嘛，系嘛？系啊，你真系几样衰，但系你嗰个身手咧就好得人惊啊，都几劲。唉，我话俾你，所有嘢咧唔好睇表面啊！今日咧，依家我下棍日啦，我呢个死肥仔估唔到啊！哇，真系成个步伐喎，点解笑到咁古怪咁样？有阴谋啊！点解笑到咁奸啊？哇，遇到嘅呢种事真系糟透啦！佢话咩要游水游上只船啊？可唔可以怼冧佢啊？喂！啊！正蠢材，你只船系我噶啦，即刻冲埋怼冧佢得唔得？哇！游得咁快，你都估唔到你死肥仔游得咁快喎、啊！咪走啊！我应该将大衣脱掉，黐线游泳健将啊！点解我系海盗都游唔够你快？咩肥仔嚟啊？黐筋！点啊？上船啦！
只船咪得我同佢啊？唔系，仲有其他契弟喎、啊，死肥仔，杀晒你哋班友，冇得片啊！我想怼冧佢，系咪？好收翻入去，喺背脊可唔可以暗杀佢啊？吓、啊，佢一路啤住我，佢好怀疑我呢、這个人对我好有疑心啊！对我食屎啊！可唔可以对住呢个光头佬？咦啊！唔得喎！喺度揈乜鬼嘢啊！你啊，只手做乜？啊，痉挛定咩？肌肉抽筋啊！冇计啦，掌舵定点啊？就走啦！好。我件衫湿淋淋，所以佢系咁样度揈啊！好点啊？特等先生，我话你呢只船啊，好细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但系劲嘢嚟嘅。咁点啊？而家揸去边啊？揸去。使出港口，睇下先啊！咩啊 ？X 啊，加速啊！好，咁样加速啊！咁样冲落去会唔会搁浅？认真吓，搏啊！你睇下屎肥仔俾佢吓到抽筋，撞落去，故意吓到赖屎啊！我睇下先啊，我哋要。边条路驶出去啊？我哋继续呢个啱啦，系嘛？去呢个绿色点，呢啲叫乘风破浪啊！威力咩？我揸船揸得好劲，我哋一路欣赏下呢个咩？呢个孤荒岛嘅景色。嗰啲水手好惊啊！海盗喺呢度啊，好惊啊！我的妈啊！哇！嗰只船会扣圈嘅，冚得多原来会爆炸啊！喂，点睇？挂住喺度睇风景，冇留意到。好。咁啊？咩咩？呢个我唔担心俾海盗拦截噶啦，但系我嘅船咧冇咩值钱嘅嘢啊！话俾你听，呢个海盗啊，话俾你听，呢个海上嘅海盗啊，个个都中意啲咩冧酒定咩啦，好中意。喂，系咁割钱喎吓，呢只船好屎喎，好唔襟撞喎吓，个肥佬成日熬下熬下，好影响我视野。你谂做乜鬼嘢？佢又串紧我揸得唔好定点样吓？好，好加速啊！呀！好，唔系有角子啊嘛，哇，好难睇啊，认真。啲路咧又唔，即系船嗰个角度顶住又唔系，跟住个水平线好难睇到啊，黐线。好，你睇我扮，哎，木拉又好惊啊，有人打我，吓到佢赖屎啊！可唔可以喺呢个窿捐过去啊？吓？火车捐山窿，船可唔可以捐山窿啊？得唔得啊？试试啊！穿过去，怼砖墙，准备啦！怼入去，好似怼唔到啊！喂，大王船系冇，系咪唔系好似车咁冇得褪后嘅喂？啊，会唔会因为咁棘死？会唔会你估我会唔会有一次玩玩下，被将即系嗰啲棘鬼咗喺啲唔知咩嘢位度，搞到又出唔到去？因为船你唔同车啊嘛，你 Battlefield 嗰啲车有得褪后定唔知点啊嘛？哇，好鬼好难睇啲视点，好鬼麻烦。好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而家应该出咗去大海啦，应该海好快，砰砰声啦，加速。查案事件，哇，有鲸鱼啊！就系咁啊，呢、這个点会咁喺呢啲咁嘅海边咁浅水会有鲸鱼，真系黐线，割钱啊佢都，鲸鱼都要割钱。
我船擱淺，佢都要擱淺。喂，你真係天生水手喎、啊！我之前花好多時間鑽研掌舵技巧啊，就喺我成為走私者前兩年。哇！我話你人生閲歷嗰度太豐富啦嘛，充滿啊冒險同驚喜。所以啊，我對好多事已經啊，見怪不怪啦。我已經係一個歷好多歷練嘅人啊，大航海時代。好靚你啦，好温馨。我去咗公海，我去殺人啦。好，講得好。呢個係咩？做緊咩？我想知啲啊！呢個畫面俾你跑步定點啊？哇！無盡嘅世界，我要走啊！呢個咩世界？末日世界定點樣啊？嚇！冇叻機啊嘛，各位。出咗高海未要怼冧嗰个死肥仔，好假肥仔，可以啊！我一去高海，好搞掂啊！好，慢慢嚟。好欢迎嚟到现实世界啦！啊，啱啱原来我系发紧梦，南柯一梦。哇！呢条女点解呢个游戏啲女都好似麻麻地啊？吓，喂，你俾我检查下先，你个脑袋冇问题系嘛？喂，睇下啲光先。佢惊佢系当我白痴系嘛？望上面 ，OK， 啊，你智力正常嘅，佢一测试我咪弱智移动，望下当狗啊，望下望边咩下下去边啊？望你啊，食屎啊 ！Something wrong？ 有咩问题啊？你当系狗啊 ？Something wrong？ 你咪弱智啊？喂，原来呢度啊，再望低啲，冇问题啦，望翻上嚟先。So, welcome to the sample 17 project. 好嚟啦，欢迎嚟到17号样本计划。哇，你要咩啊？帮我戴耳环。Here you go， 好姣呢条友佢。Testing 一二三 ，hello， 好咪用啊？哇，好样衰，你个嘴好大，好丑。All right, let's take a walk. 死啊，熊猫！你啊，咩档案已经做过记忆研究啦？哦，佢研究我记忆。Good， 你做得好好，资料串流好稳定。即系我上一世系海盗定点样，跟住又有个记忆定点样，我梗系跟住去评估，好令人惊讶系嘛？呢套嘢起咗六个月噶，但 Entertainment 咧就喺2010年咧就以工作室咧就成立咗啦。呢度好多怪人喎，奇人怪事，呢个咪中国人嚟啊？死中国佬，陈仔。捞边法啊！你有冇听过自由使命？但系唔好讲咁多废话好嘛？哇！呢、這个cosplay 定点啊？哇！哦，佢哋提供啊咩被动式实验体验啊，修改真实记忆哦，令人感到兴奋。我而家最开心咧就系整加勒比海盗系列哦，佢意思就系咁啊，佢哋咧就研究啲记忆嘅，佢哋想整啲游戏就俾人哋咧有海盗记忆咁啊。啊！搞到佢哋 FF 定点样就会觉得好正，个好好玩。FF 满足人哋 FF 阿子嘅海盗定点样？谢谢你个南西，呢个女仔叫南西啊。是帮，佢叫得讲法文喎，佢啊太好了 ，Max。呢个法国妹嚟喎，呢个我哋工作中最重要嘅道具咩嚟啊 ？iPad 啊，熟务定咩啊？试下开下啦，好容易上手嘅啫。我攞一部 iPad， 咁点啊喂？攞部 iPad 之后仲要跟佢啰柚啊嘛？呢个注意到咧，呢个警卫咧唔系咁严密，因为咧你要通讯器咧先可以做到锁匙。呢条女正啲，黑丝有屁股喂，小姐要嘢嚟，我有 iPad 啊喂，睇唔到啊，样食屎啊！过去对面睇下先，哇，好贱喎！你睇下，佢有啲树定点啊遮住，喂，有机会啊！咪住咪走咪走，中国人嚟噶喂，小姐叫咩名啊？玛利亚定咩啊？喂，阿珍，呢度好多中国人，喂过嚟，哇，你撩鼻屎定咩啊？你讲个咩啊？有冇中国口音啊？呢个应该系中国妹嗰啲样嚟噶。你会唔会跑回家？你都几串喎？你以为你知边个啊？当系狗啊？啊？你再对我一次无礼，我要你好汉话俾你听，我系海盗啊！
喂，此刻你居然我又要我望上望下，见唔见到嗰个有嘢闪下啊？你表示你已经连结到电梯，电梯都要连结啊！你黐孖筋，好启用 iPad， 咁啊选择17号样本楼层，要点啊？喂，点选择啊？揿掣啊？哦，咁样要用 iPad 操控电梯，黐筋，好样衰啊！真系好样衰，讲真。呢、这个我唔希望呢个系成为我即系最后大结局系要同佢结合，你点睇？好失望嘅系咁啊！好似嗰个咩《天龙八部》咩小笼包，即系话个个人都唔系好想同佢有对手戏。喂，我哋老细到啦吓，奥利芬加奈尔 ，hello， 哇咁都食得落，真系抵你入谂得啦。OK， 多谢关心。喂，我哋新员工嘅第一翻工嘅契弟嚟嘅。喂，你捞紧咩啊？啊！佢做紧17号啊！啊，样本啊，系啊，海盗爱德华啊，海盗系嘛？真系令人欢啊，兴奋啊，欢迎德纳啦吓！喂喂，我有啲嘢想同你私底下针针，咁啊，等我搞啲嘢先。好，哇，好咸湿喎！呢个呢啲办公室已经有啲不道德嘅嘢喎，要私底下见面。好，而家带我去边啊？呢个死女包，好带我去边啊？佢话你要揾出 DNA， 揾出所有嘅嘢。佢话喺记忆度咧就。因为我有嗰个杀手嘅 DNA 的念嘅，佢话我有海盗爱德华 DNA， 系咩啊？我咪调校紧，我整紧啲嘢啦，我呢部机系你嘅，好呢部机咧已经系你噶啦，你坐上去放松吓，帮你搵啲有趣嘅记忆，你需要有啲咩进行咩提示啊吓，我哋已经装好噶，你教学噶啦，你个自己用，我夜啲嚟搵你。祝你航海愉快！哇，喊到抽筋呢条女，点啊？跟住我 iPad， 我啱啱个剧情系有咩意思？我想知。欢迎嚟到嘟嘟嘟啊 ！Entertainment 嘅财产啊，研究你先祖记忆嘅工具吓、啊，因为呢个海盗就系我嘅祖先，所以我就可以喺我嘅 DNA 度揾到记忆。佢系咁讲啊，咁我哋嘅任务咧就系要帮佢。找到呢个海盗嘅故事，咁啊呢个啊我嘅研究目标咧就爱德华嘟嘟嘟肯威，个1693年嘅3月10号就喺呢个吓海港出世嘅。好，调校完毕啦，神经连接系统、神经病连接系统启动，而家系研究我先祖记忆嘅，即系其实呢啲嘢系历史嘅，即系我睇到海盗嗰啲画面系呢个爱德华以前做过嘅事情。而家嚟到咩啊？咩哈哈亚那系嘛？揸咗只船过去啦，应该黑旗阿萨辛克里斯。刺客信条，跳黑信条，啲旗都唔系黑色嘅，又话黑旗啊！自打嘴巴，英国旗，英国旗即系黑旗啊！我、哦、你衰啦！我、哦、你嘅精神气爽嘅哈亚那啦，我嚟过呢度一次嘅啊，嚟过嫖古巴，原来去咗。喂，你系咪见到啲熟人啊？冇，你睇住个样友善啲嘛，唔想俾人当成海盗乜太样衰啊嘛。冇错冇错，好似你啲死肥仔都系小心啲好啲。个肥仔真系好样衰，呢只 game 啲啊，所有人哇喺度撩女，呢只 game 所有人都好样衰，包括主角，你点睇啊？好不好，我点解我会帮你搬嘢？你当孤呢啲食屎？两年前啊，西班牙同英格兰仲喺度打仗。而家咧吓，我居然咧就同西班牙佬交易。喂，但系喺咩事啊？冇、哦，我啲鞋入咗沙啫嘛。喂，城入边有冇咩地方休息下？我要吓瞓下觉先啊。喂，咁啊，我谂住去同啊酒吧同啲商人倾偈，我带你去个地方休息。通常讲咩去休息都系啲船员系咪又要去搵嫖50蚊，俾50蚊人民币去搵呢、這个点啊？跟住佢行嘛。跟住佢行，好，系啦，我会饮一杯打发时间嘅 ，OK，
飲杯。睇下佢哋對海盜咧唔會手下留情係嘛？唔知有幾多人啊，因為啲不義之財啊，就有啲唔好下場。我跟佢跟佢屁股，跟住佢尾。哇！呢啲係咪妓女？哦，小姐，佢哋收取銀兩嚟提供一啲特殊服務，唔係好貴，係咪想識佢哋？哇！攞屁股嚟。哇，好似阿嬸嚟嘅喎，呢啲都講真，好老啦嘛。哇，你睇下個樣似男人多女人，講真。佢講啲咩文啊？喂，又話提供特殊服務，整啲特殊服務嚟睇下。哇，冇啊，冇得撳啊，喺佢面前跳，冇啊，唔俾我跟，而家我有正經事要做，冇得。進行特殊服務，跟住呢個咩啊？死死肥佬，行快啲啦！冇耽誤進度啊！啲友都好大隻喎，周圍都，我而家跟佢去邊啊？哇！呢度係我商人賣武器嘅，我諗我應該要買一把好似你一樣嘅劍嚟防身啊，鄧肯。呢把爛劍其實唔係咁好用。咁啊，即使係咁啊，喺你身邊啊，都令我好似柔順嘅小貓，毫無殺傷力。或者應該都要買把劍啊，睇我落係型好多。黐線啲死肥佬想同我拍檔咩雙子惡魔坑啲啦，或者啲銀兩嚟用用好嘛 ？Cheers！好，今日去杂货店买武器，咁好死嘅，即刻咁点啊？买呢个啊？买咩啊？剑组，我有几多？我得1000蚊，呢1200啊买唔到，好鬼孤寒。正乞衣就系俾把英国弯刀、啊，死乞衣，好买英国弯刀。好得啦。O K， 我只得够，我只够买把小刀真惨啊！希望咧，佢话关键时候发挥作用啦。哎，搞错路！哇，你食屎狗跟你行，你又话咩搞错路？咩视野较高嘅地方？点啊？爬上教堂之巅啊？边度教堂啊？呢一个嘅弱智，佢话佢唔识路，梗系叫我爬上去，即系低能噶吓。唔识问人定点样？系咪低 B？ 唔识路梗系问人啦，自己擒上去做乜鬼嘢？傻佬嚟啊！佢呢个人又同佢啲喂，点擒上去啊？哎，得啦，即又要跳一次楼先有剧情触发，跳楼信条，冇错，你说得啱啊！真系啊，佢话呢个 game 就系要斗跳楼好，擒上去先。好嚟啦，话有个小鸟。假日安啦，你又逼你跳楼啊！真系，哇！咩啊？唔系呢度啊，跳高咗，应该下低个碌杆定点样先至得噶，好麻烦。好嚟啦，再擒。唉，你好蠢啊！反正。咁高我仲高我个位啦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我最高点反倒系唔得，系要一定嘅你啊，一定要喺呢个位置。好咩啊？又嚟啦！睇风景好写意，你睇佢睇，你哋喺度睇风景，佢系睇间屋，你睇佢对住空气。诶，点解佢识拧转面？哇！咩事啊？找住扒手。佢救佢啊！打落去，哇！个扒手见到我跳落去都惊啦，咩啊？要追翻呢个死贼仔，食屎！你想偷嘢？呢个死仔包，你见到我咧，你唔知定话咩？我啱啱先冧咗，刺客都俾我怼冧你条友仔，我快找到你了，运球！嚟啊嚟啊！你个白痴仔，睇你走得几远，你死啊！我来了。死硬啊！呀呀，我私了，我唔会报警啊！吔屎啊！好点啊？手刮佢啊！
好，手刮佢尸体先。好，喂，芝麻噶啦，喂，你系咪癫啊？我打贼，你捉我做乜鬼嘢？哎呀，你班死差佬，指定佢碾死你啦！嚟啊，废物！嚟啊，多啲嚟物啲手。哇！你啲为富不仁啲死差佬，呢个极丑啊！不分青红皂白，垃圾，哼！啊，逍遥自在啦！我先啊，我完全唔需要惊畏惧。睇先啊，要揾翻个死肥猪啊嘛！睇先啊，我偷嘢喎、啊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来啦，嗯，点啊，邓肯，你仲活着啊？梗系啦，有咩大惊小怪啊？搵啲死差佬边度救我嚟啊？好嚟啦，去到酒铺啊，点啊？我搵啲地方俾佢休息噶、啊，哇，咁多呢啲阿婆啊，吓、啊，佢已经系搞紧阿妈我阿婆。哎，西班牙佬啊，地盘居然见到威尔斯人，我英国佬啊，啊，我哋等紧下一场战争啊！啊，英皇乔治真系好好彩啊，好似你呢啲咁嘅运球都系自响自己当做自己英国佬。喂，你条友仔，我见过你啊！你之前同海盗捞噶啦，啊？你话你系边个啊？你同我收啊嘛？你把臭口啊！因为你成身子弹，喂，你咪爱德华咩？一嘢呕落去，唔好叫我名啊！爱德华，晕啊！我警告过佢，哇，打到我流鼻血，哇！系啊，我而家又撩事斗飞我呢个人。死 M K 嚟啊！你要我心啊！你讲你系咪要俾我抽啊？打到我流鼻血，你真系唔知地噶！呀！我系叶问啊，话俾你。哇！嚟啊！嚟啊！直蠢材！再嚟！哎呀！哇！可以咁样反击个伤害或者头砸，有两种招数过嚟啊！击佢，砰！哇！连环拳嚟啊！我一抽十一个打十个，废物！你话我净系得拳之用啦嘛 ？One more，come on！ 垃圾不堪一击嘅家伙嚟啊！系啊，立于不败之地，呀呀！你以为光头就系少林寺啊？收档啦、啊！哇！最后系你啦，光头仔，啱啱叫爱德华叫得咁好听啊！一嘢落头，再嚟左右抛锤，踢你巨龙踩落去，太易玩，讲真太快。喂，快啲让开啊，让开啊！军队要过嚟啦！哇！呢～哇系，我会追上你嘅，英国狗逃离呢个区域。哇，可以用烟幕弹，使用左右十字掣，然后揿三角就可以用。我照杀晒，我唔需要啊！我呢啲全部极丑喎。哇，踢手佢打你有剑啦、啊，你睇下，哇，加咗几刀，哇，哇！哇！呀！喂呀！呀！正蠢材，你睇我用斋用拳都够你抽。喂！哎呀！好！哇！食屎啊！喂，做咩啊？俾人勒住咗，走啊！喂，唔够抽啊！
喂喂喂喂，黐孖筋唔知做。